好，得啦。哎呀，我嚟到同女許老師第一次合作啊。哇，許晶得噶啦。許晶真係專登咁叫你嚟咧，點解咧？因為係即係成日睇新聞，就係一講到一啲關於政治啊，飛機大炮啊，飛機大炮就揾你嘅。只係冧樓都關我事嘅。但係原來你專科係唔係好叻，唔係呢樣嘅喎。算係興趣啦。興趣啦，但係即係證明咗所有傳媒都覺得你係一個專家，所以先揾你。梗唔係啦。所以我都咁諗啦，所以一講呢個人物咧，我就揾你。巴頓將軍。二戰係一個鐵血將軍巴頓。係。係啊 ，DID 咁啊。我哋講直頭想開俾你睇睇，應該未睇過估你。未啊，未啊。係。DIDD 就二戰嘅時候，最早我哋當然玩威龍啊，咁樣。但係近呢十年八年其實都DIDD 都常買嘅。係，我估你會買，所以我專登揾你嚟講，係因為阿老細都知道你會上嚟講啊，好開心係嘛？係啦，有啲咁嘅美國旗係咪喺戰場？即係咪零零四四係殘殘？嗱，頭先我哋講過，即係由英頭先開始講啦。譬如DID 其中我欣賞就係譬如嗰啲 box art 啊，成嗰啲咧，就算係俾心機嘅。咁就頭先包括 Brian 提到嗰啲美國國旗咧，其實有啲滄桑感啊。係咯，佢做到唔係就咁印出嚟，同埋啲星佢有冇錯啊？因為啲星戰後好似多咗一粒定兩粒。咁佢冇成個國旗 show 出嚟嘅。所以你係冇得抽證佢嘅，冇錯，啊果然係熟啊，因為有幾限定唔知五十幾粒咁，係50、51咁，咁佢呢個國旗一打開你幾有 feel 咁樣，即係唔會因為佢係個背面，同埋好多時我哋用呢啲 box 啊，就係譬如你出嚟影相啊，成嗰啲咧，呢個其實個背景係啊，好有用啊，好有用，應該有用嘅。嗱，咁啊，俾你過下目先啦。你覺得呢一個巴頓似唔似啊？呢個咧應該係根據歷史圖片做個巴頓。係，咁咧就其實咦？好啦，唔好意思啊，要認住我啊，我唔係巴頓啦。好咁啊，係啦，呢個係啦，咁其實咧就老老實實，佢就應該係佢幾上鏡喎。係嘛？我哋而家見到我同 Brian 見到咧，其實佢幾上鏡喎，即係話各位兄弟姐妹啦，你喺鏡頭前見到佢咧，其實因為譬如你透過，因為好多時我哋玩呢啲真人嘅人偶咧。佢個面相咧就你喺唔同燈光個感覺幾唔同嘅，咁大家見鏡頭見到其實 OK 啦。咁就譬如啲衫啊、質感啊、剩嗰啲咧，其實係有難度嘅，因為你知道嗰啲軍人咧，其實佢哋著嗰啲衫咧，其實好多時尤其因為鐵血將軍巴頓咧，其實佢喺歐戰嗰度出名嘅，咁嗰度都多數著咩咧？佢哋都係著嗰啲烏林嘅，即係嗰啲係絨啊嗰類咁嘅嘢。咁所以但係你諗下做人偶做 figure 其實就難啲啦。咁所以其實個面相我覺得係 OK 嘅，比例其實都 OK 嘅。但係講到啲衫啊、褲啲，尤其衫咧，如果佢原先個質地係絨嘅話咧，你始終用布咧，嗰個感覺會爭啲咯。咁就另外就其實有好多位都精細嘅，啲衫袋、褲袋啊，啲比例啊，各方面咁。咁就其實DID 好多嘢都正嘅，唯一就我覺得甚至乎同某啲嘅內地廠比起上嚟咧，佢尤其做軍人嗰啲人偶咧，我覺得嗰啲譬如我哋一影到對鞋啦，係嘛？咁其實佢嗰個皮嘅感覺，我覺得係會爭啲。因為佢好啲定係佢？即係我覺得佢會爭啲啲咯，因為其實依家好多譬如我哋玩開好多三國啊城咧，好多即係可能香港嘅品牌內地生產定城咧，其實好多時嗰啲古代啲盔甲，好多時我啲皮咧係做得幾靚嘅。哦，其實有啲苦衷佢哋，係因為佢哋用緊真皮做啊，用真皮係啊，所以變咗有啲即係復刻翻啲嗰啲叫皺褶紋啊，或者嗰個舊化程度咧，就變咗有少少限制輕微。係係啊，咁但係佢對 boot 本身都譬如比例啊。好多細節啦，譬如啲車紋啊嗰啲，其實都做得係靚仔嘅。咁同埋好多你見到，譬如個鞋踭啦、踭呢啲位啦，其實啲邊都會 sharp 啊，都會成啊咁。其實都係幾 OK 嘅。個整體個感覺就，咦同頭先只係咪今晚即係除咗啲嘉賓之外，做啲玩具全部都係偏溜瘦嘅喎。咁又好似同只鷹頭先之外，係啊，除咗嘉賓之外，咁啊。同鷹頭絲一樣咧，就揸上手個感覺就好似溜啲嘅。咁不過就因為我哋好多時都同個 body 可能有關啦，定還是其實唔係嘅。咁可能當年啊將軍都咁上下體型咧。其實佢呢個應該係用咗個溜啲嘅 slim body 去做。咁但係咧，你摸落手咧，許 Sir 呢度咧，其實你見到有啲淋白白嘅感覺，就佢做一件肥佬衫加翻啊，即係令到佢覺得 bulky 啲，似翻一個中年人嗰種狀態。冇錯，咁其實就都 OK 啦。當然你話
以我哋玩開即係二戰嘅人偶啊，尤其係 DRD 佢自己嘅產品嚟講咧，你話呢只算唔算進步得好明顯咧？坦白講，我覺得唔係好算嘅。不過都好有趣就係，我唔知道會唔會係有啲心結咧。你之後無論我哋玩嘅人又好啦，還是啲廠都好咧。好多時係即真係鍾情於德軍或者蘇軍多啲嘅，即係美軍、英軍啊，唔知點解係俾人哋歧視咁樣啦。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呢樣嘢，我呢個純粹亂噏嘅啫。咁就我覺得呢個係水準之上嘅。但你話係咪即係咁多年嚟即係玩開啲？你話呢只係咪好大進步同突破咧？就唔見得，當然我哋可以睇埋啲配件嘅，啲配件都好精彩。咁呢度咧，你成呢度好多代膠都袋住嗰啲，我都唔逐一逐一去講啦。咁啊，包括啲肩章啦，包括啲話要提呢啲星星啦，喺膊頭嘅星星啦，有啲係頭盔嘅星星啦，大粒啲嗰啲啦。咁有啲章啦，有啲其中係佢可以即係叫指揮過啲軍團嗰啲章啦。咁啊，有呢啲軍階啊，軍階啦。咦？不過呢啲加曬之後，應該又靚仔咗唔少喎。同埋仲有幾個戒指啊，戒指都幾隻咁中意戴戒指嘅。係啊，同埋啲子彈用嚟打人㗎。係啦，係啊，冇錯，佢曾經打過兩個大兵咧，結果俾人車佢一巴，車兩巴，搞到好件事好大，要公開道歉咁樣嘅。係冇打火機啊。所以佢叫鐵血將軍。Brian 都唔會㗎係嘛？俾火機打差唔多，冇，最多鬧下啫，係啦，或者俾火機鬧啦。咁另外呢兩把槍，哇！你睇下。喂，係咪有典故㗎？係啊，我想考你啊，真係。即係典故應該。名槍啦，係嘛？即係咦？好似啲白嘅，係好似黑社會咁有飛鷹咁。係咯，即係佢係一個好似 custom made for 佢自己本人用。冇錯。就係呢個係嗰啲據聞係象牙白嚟，即係用象牙做。係啦，咁第一就係當然我哋依家就好興保護動物啦，係咪？咁當年咧就嗰啲將軍咧就係雖然佢未必會上前線啦，咁但係佢陀鐵噶嘛，即係佢身邊嗰支手槍咧，其實就係即係身份象徵嚟嘅，甚至無係即係某啲嘅即係歷史上有啲淵源啦。咁除咗係象牙嘅配色之外咧，大家留意咧兩支都係左輪嚟嘅。咁嗱，其實現代人譬如我哋未必好覺就左輪係手槍曲。尺都係手槍，但其實曲尺咧就係現代啲嘅，即係一種自動嘅手槍，咁就喺個手柄個位嗰度入彈啦。咁但係我哋見到呢兩支咧都係左輪咧，其實就即係某個程度上就反映到啊巴頓將軍咧，即係嗰種即係傳統嗰種軍人啊，鐵血嗰種啦嚇。當然都係嗰句打火機係唔啱嘅。咁呢兩支手槍仔，我覺得不過不失啦。咁我當然我就中意銀色。呢支會多啲，即係第一咧就佢更加精細一啲啦，同埋佢嗰個銀嗰個上色其實都OK 嘅，都 OK 嘅嚇，咁都花紋啊各方面都好精細啦，咁入埋啲子彈更加就唔講得少咁樣樣。係，點解啲子彈係關佢哋事啊？係關人哋事，不過就可以入嘅，但係通常我哋都係我哋玩下啦，即係過癮下啦。咁啱啱咧將個巴頓咧，佢將軍咧戴咗個風鏡啦，跟住又加埋戴頭盔啦，即係都話去到前線視察咧，安全措施要有㗎，係嘛？唔可以咁赤裸裸。咁個頭盔就個內飾都係咁上下啦，係嘛？咁咧就。其實都是比起我哋依家玩嗰啲現代啲兵人咧，就係相對簡單啲。咁但係入邊都有基本。咁同先阿 Brian 提到嘅嗰啲星星啊，成咧，其實係可以黐上去嘅。咁啊，三粒定四粒就睇下你扮緊邊一個年份嘅巴頓啦。咁好多時都係黐三粒。咁啊，其他配件我唔專登講啦，跳一跳翻入頭先阿許 Sir 咧就講，其實佢啲。天氣凍啲嘛，就會加件大褸去著嘅。原來加落可以加件衫嘅。係啦，咁另外咧，仲有呢一抽，哇！呢一抽咧又係全真皮做嘅喎，許 Sir。係啊，全真皮。雖然你見佢個形真係會爭係有少少叫燉少少或者做足嗰個模仿，但係咧就襟玩啊，因為人造皮會爛咧。哦，冇咁易爆皮嘅。因為佢真皮真係反而襟。哦，真係襟。反而如果膠皮佢就會自己無端端會風化咗爆咗。係。咁就我幾中意，即係咁多年嚟都幾中意DRD 咧。除咗人偶之外咧，好多時啲衫咧，啲比例啊、細節啊，你見到即係後邊嗰啲即係車嘅位啊、袋啊成咧，其實係做得特別即係精細，同埋咧就係特別合呢個比例嘅。係啊，咁啊玩起上嚟，你覺得就冇咁似玩具咁咯。哇！曬差唔多做到20年啊，威龍。係啊，有廿年㗎啦。係啊，嗱，睇埋呢個啲工藝上嘅一啲嘅證明啦。嗱，留意個抽子彈咧，就唔係假嘅，係真嘅金屬子彈嚟嘅，逐粒逐粒入咗一個真皮嘅袋。係。咁呢啲純粹真係過下癮嘅啫，即係你會玩就會好開心，但係其實你整咗出嚟，你慢慢入翻去都幾煩嘅，真係。
係嘛？尤其是我哋啲男士啲手指粗啲咧，就好難進。咦？班人我仲見到仲有一盒。係啦，冇錯啦，我哋係啦，咁冇錯啦。頭先呢個咧，一個叫做歷史人物啦。佢為咗滿足我哋嗰啲玩家需求，出咗個 accessory 好抵死嘅喎。係。咁啊，做乜事嘅咧？一打開你發覺咧，你就知道玩乜嘅啦。好快，好簡單咁講咧，就時間關係啦。開 set 咋？係啦，即係 accessory set 點解咧？咦，唔記得講呢個頭盔摸落去似係金屬嘅。係啊，係金屬㗎，係金屬㗎。金屬喎，感覺都幾好。嗱，咁於是咧就再送多個頭俾你，咁呢個又考考你啦。呢個就唔係真人頭咯，係呢個係啦。1970年有套《鐵血將軍巴頓》就電影嚟嘅，冇錯。1970年嘅電影。鐵血巴頓。係啊，就係套《鐵血巴頓》。係啦，冇錯冇錯。咦，我覺得。好像這個相色是再精細一點，為什麼會這樣的？大家還是記住那個戲裡面那個人的東西，這個抵死喔，這個是 OK 的，那就包括是一頭，包括是一頭的灰銀髮，那其實就這個電影版我覺得做得還是漂亮一點。如果你要玩開人偶的，無論是即 Hot Toys 那些所謂虛構人物還是 D&D 那些，除了個造型其實相色是真的很重要，因為我對巴頓的認識就是這出戲，所以他就要整一個保養，這個頭好像喔，這個頭像喔，這個頭像是漂亮的，這個演員叫佐治史葛，好厲害，香港譯做佐治史葛，你果然是一個電影的發燒友，以前小個明珠台播的，是播，是這樣播，經常坐著坦克四圍去，沒錯，很鐵血的。最後他有隻寵物的，哇，這隻毛頭狗是不是很害怕呢？對，為什麼沒了頭呢？有的，他還攝勢做了一個可動的情況，所以動得就可以周圍，他可以擰過來看 Hello 你好嗎？主人在這裡，主人在這裡，喂，好像在玩布袋戲一樣，Mars Attack那些外星人。喂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如果你真的叫我吹毛求疵的話，我反而覺得你第一集，我們玩很多這些1:6啊1:18什麼成都好，其實玩玩黑沒什麼玩，我們就會包括我幫襯Brian都不少玩一些動物的獅子老虎狗啊，我真的很少見過狗頭或者獅子頭可以動啦，同埋咁樣黐上去。但因為佢個頸咧，你始終有一浸喺度咧，我反而覺得有冇必要呢，即係你咁樣搞係唔整好我整啊？係啦，唔整好我整啦，你一隻過咁樣。係啊，即係睇人啊，係啊，冇錯，一隻如果係完好嘅完美，不過就呢個換味啦，叫做叫識得喐咁樣。係啦，即係可以同巴頓講，喂，食飯未啊？同埋條尾都喐得嘅喎。其實佢喺呢個位度 cut 咧，就幾靚，即係每一個動態都幾似，不過就難免就係有嗰始終有條界咯，冇錯冇錯。咁同埋另外一個都係要即係。如果要吉的話，就你發覺個狗身呢，狗頭狗尾其實不同色的，是真的狗身是白一點的，所以究竟有可能是 QC 的原因，是不是我們的衣衣有顏色的時候可能分了兩批，但它不同物料，有不同的，個身是硬一點的，頭尾呢都是軟一點的，咁所以究竟係咩原因嘅話，呢個不得而知啦。咁但係我不能話就咁，起碼佢喐得咯，換味咯，係啦。但如果你就咁睇總體嚟講，其實個造型啊、上色啊各方面都 OK 嘅。係啦，冇錯啦。所以呢個配件咧，其實做其他嘢嘅，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哋唔詳細講咯。因為咧，要講一講。哇！喺皮褸呢件，真皮褸呢件堅啊！呢件皮褸嚟㗎，呢啲係咪有名㗎嘛？呢啲唔知咩 A 一 jacket 啦，呢啲飛機師用嘅呢啲嘅軍用，係啊！咁呢件正啦，咁就呢件 custom made 添㗎 ，custom made 你見到有兩個色㗎嘛？因為正常軍用嗰啲一隻色就算㗎啦。哦 ，OK， 佢巴閉啊，佢巴閉啊，自己本身訂哇，摸上手幾舒服喎！我自己都想訂翻，因為真皮，因為真係真皮。但係呢啲衫真衫咧，係好重嘅，係。咁嗱，佢學阿 Brian 話齋，第一佢摸上手嘅質感唔同啦，咁佢嗰個精細度啊，譬如嗰啲針點樣縫啊，其實都係水準啦。咁同埋，尤其如果你真係玩精細嘅話咧，包括你譬如中意影相嘅時候，因為你真皮嗰個紋理咧，又如果你擺一排嘅話咧，我唔理你爆皮唔爆皮啦，咁其實係正嘅。嗯，係。咁當然啦，就係啦，前邊嗰啲拉鏈啊，成啊，尤其即係粗手粗腳嘅男士好似小弟咧，咁啊小心啲啦。其實爆拉鏈都常見嘅，因為你啲風褸咧，你如果成件無論係真人定係啲人偶咧，你唔夠貼身咧，其實就
就唔型仔嘅。O K， 咁佢喺貼嘅時候就小心即係爆拉鏈咯。係，我嗰隻 Black Woman 都爆咗好多次嘅，就唔係因為小弟鹹濕嚇，就真因為嗰個拉鏈嘅問題係啦，即係你一貼身就易爆咯。哇！呢件嘢我諗比高分喎，係啊，200多蚊㗎啦，要差唔多啦，差唔多。係啦，咁好，唔該曬。係啊，咁啊，許 Sir 見到呢啲，我知道忍唔住啊。不過 anyway 咧，今晚時間好緊迫，因為其實一間你都要參與喎嚇。係啊。重頭戲啊！重頭戲啊！好啊，嚟啦，轉頭見啦！唔會啊，唔會。